好期待可以再同外國合作，咁希望今次我可以自己，我都好努力咁，希望俾一個更好嘅狀態俾華哥。嗯，頭先啊，你未嚟到啊，華哥已經話你好 fit 咯喎。盡力盡力。係，即係華哥咧。覺得阿霆鋒今次同佢再合作，覺得點樣？十二年前我哋喺新少林寺啦，咁嗰陣時我哋都係演員嘅身份，咁但係今次大家都有一個新嘅身份，就係佢係指導啦，咁我係監製啦，咁所以希望喺我哋兩個認識嘅木性嘅世界底下，重新再演繹一個木性嘅嗰啖火可以繼續蔓延落去。今次會點樣？我在現場就已經變身翻為演員，因為監製最主要的工作咧就係喺創作之前，即係 on set 之前。咁之前我哋就決定曬噶啦。咁每次即係譬如今日咁，我哋今朝一早八點鐘就喺度諗跟啱嗰場點拍。到我哋一話我個 standby 時間啦，我 call time 係11點，咁我就變翻演員。我就好少喺現場，我冇乜壓力，因為有一隊很好嘅 team。無論動作啊、攝影啊、導演啊，個個都好。Jason 係咪？所以動作又好，攝影又好，導演又好，所以我呢個監製就賺錢就得啦。係。再合作。成熟咗好多啦。咁同埋喺過往嘅日子裏邊，見到佢參與咗好多唔同動作嘅表演啦。咁但係一路都覺得佢係有能力喺呢一方面發展我。咁既然係喺一個咁好嘅時間，咁我希望有一個即係我哋香港能夠有一個下一代嘅動作明星出現。木星嘅職業我喺動作上面加啲難度。有的，其實每一部戲都希望喺動作上面有新嘅創作，同埋大家會難忘嘅一啲場口。咁希望今次會有。木性嘅精神咧，咪係好大場面嘅。今次係咪都係真係會再更大嘅場面咧？會嘗試嘅，但係又唔係用大唔大去衡量，希望大家會難忘。咁喺動作戲上面，使唔使錫華哥啊？我哋拍咗好多，已經拍咗差唔多四日華哥嘅動作戲，真係好快手同埋好犀利啊！即係見到咁多年嘅累積嘅經驗，係真係好犀利。你兩個係咪都唔錫身㗎啦？今次呢一套電影，我覺得佢喺創作上所有動作上高，已經好錫我哋，好錫我哋。同埋而家真係可以好早就知道啲動作係點啊！咁就之前會同佢討論，即係佢會好早俾咗我知啊，你有17個動作，咁有邊啲你唔得啊？咁我話俾佢聽，有16個唔得。咁之前因為有一個好深嘅溝通，咁所以喺現場就會容易啲咯。咁喺一個好好保護嘅環境裏邊，我哋當然錫身啦，但係我哋會傾情演出。有冇機會傾下音樂上面都有交流咧？兩位除咗電影之外，一定會啦。今次呢部電影會點樣演？在這部其實希望可以保持到 Benny 導演的一些精神，但是我覺得也都要在香港動作這個範疇裡面去創新。Benny 一直都會希望用很多新的演員，由新人類開始，他們都會有很多在畫面或者個意念上高或者組合上高。其實今次我們都諗咗好耐，咁就希望可以除咗我哋兩位之外，希望帶到一班其他唔同嘅新一代嘅演員啊，無論係動作或者係演技方面啊，我都希望有所提升。咁希望香港能夠有更加多嘅即係接落嚟嘅演員可以發光發熱。有邊個新演員我覺得好好喎？你講講啊，喺你嗰邊。我嗰邊其實大部分都新嘅，咁阿紫砂啦，
我哋亦都有個新嘅策劃喎。咁佢哋好後生，但係亦都係一種天真無邪、未被渲染嘅一啲佢哋嘅眼神啊，嗰、那個動作啊，會做到好多身體語言，大家係呢份味係我哋未見過。我哋呢邊亦都係啦，即係大家喺過往嘅一兩年嘅新嘅演員裏邊都會出現喺我身邊啦。咁今次我哋呢邊就多咗一個內地演員啦，謝苗啦。咁佢喺動作上高亦都會有唔同嘅演出咯。咁今次喺香港幾耐？好耐，直至到我哋可以完成到。咁你會留意近年咩啲新人？我唔彈嘅新人都好中意唱你啲歌。多謝。係。即係似乎大家都好想聽你，即係親身演啦，即係幾時開始啦咁樣。搞掂埋怒火蔓延先。即係有機會嘅。呢個遲啲再講，我未有計劃。你知唔知隔離有個新場嘅？哦。係啊係啊。你可以嘗試咩挑戰下嘛？再講。有冇畫過咧？嚇？未有啊，未有咩計劃。而家一心一意喺呢一部戲裏邊。今次呢一套叫《怒火蔓延》啦，其實同怒火有幾大嘅關係啊？我純粹係希望木星嗰把火可以繼續蔓延落去。咁主要係火蔓延啦，呢啖火蔓延。其實呢個名係華哥改嘅。因為他們上的時候，即是怒火上的時候，我就希望即大家知道有一件即不開心的事發生，但是即很想它蔓延下去，即我不想木星那個，而我也是我第一部，即他的第一部《天若有情》也都在我身上都發生，在那一剎那我自己覺得我很希望將他那啖火蔓延下去，我都不知道，當時我就又不知道，那時候我其實第一就沒有想過怒火的，我只是覺得要蔓延下去，那我就打給楊先生。那當時我也都有跟楊先生的一個合作的，想有合作的跟霆鋒，但是就一直都沒有目標或者一個方向。剛剛這個戲上的時候，那我就跟楊先生說，故事是一個全新的故事，只是由他那團火繼續蔓延下去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